我们先给自己一个热情的掌声鼓励，好不好？欢迎我们现场的每一位朋友们。哎，五爸，你怎么走到中间又突然之间想起什么事情了？哦，你要带荧光棒来给大家加加油就对了。OK，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民歌演唱会的现场哦。现场的朋友，我相信大家都是喜欢听歌的人。在每一个年代呢，都有属于每一个年代的歌曲，都是喜欢听民歌的朋友，或者是喜欢听流行歌的朋友。在这个时候的流行歌，在下一个世纪可能会变成下一个世纪的古典音乐。那其实在当年呢，这个我们现在所称的这个民歌，其实也就是当年的流行歌曲。在当年非常非常流行、非常走红的歌手，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民歌手。而在当年，非常多的歌手们自己来创作、自己来演唱。在今天晚上，就让我们随着音乐回到当时的时空。而流行音乐在我们今天感受到的这个民歌的这个曲风当中呢，我们首先就要回到那个年代。开场的这位歌手就非常重要了，因为他只要一开场一演唱，你就会马上回到那个时候。首先我们要热情掌声欢迎的是施孝荣施老师，请掌声欢迎。在鸟绕。
刚才好像在我们开场前下了一点点的甘露，对不对？哎，很好。现在我们这个演唱会唱一唱，唱一唱，热气上腾，哎，就产生一个高气压往上去。显然今天晚上的这个天气应该会很好才对，对不对？好，我们的热情来度过今天晚上，好不好？好。哦，台中这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地方啊。好，接下来这首歌曲，请问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叫做《拜访》。会唱的举手。好，很好，没有打算邀请你们上来。那等一下我们要唱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来打拍子，好不好？《拜访春天》，谢谢大家，谢谢。跟着一起打拍子啊、哦！那在这边一个不情之请，如果要打拍子，请大家把拍子打准，谢谢大家。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有一些细浓浓的山烟，你飞散发成春天，我们就走进一乡深深的诗篇。喜不喜欢？好，所以呢，这个我们每一首歌曲啊，其实大家都非常的耳熟能详啊。那我也很希望说，待会我们在唱的时候呢，我们现场朋友们呢，大家都能够一起唱，好不好？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们每次演唱会的时候呢，都必唱的歌曲，没有唱这个歌，好像没有办今天的演唱会一样。这个歌叫做《木棉道》，谢谢大家。满了木棉道，长长的剑好像在燃烧，沉沉的烟徘徊在木棉道，轻轻的风吹过了树梢。木棉道我怎能忘了，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又是一首慷慨激昂的歌曲哦。今天真的是非常的热情澎湃啊！接下来这首歌曲《旷野寂情》，谢谢大家。
的心。也随之荡漾，谢谢大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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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孝荣老师带来热情的掌声，带来热情的歌曲，再次热情掌声鼓励。感谢，谢谢我们的主办单位台中市政府地方事务局，也要谢谢我们台中市政府对我们活动的大力支持。马上为各位邀请到重量级的嘉宾，台中市长林佳龙莅临活动会上，我们有请市长为我们活动带来祝福，掌声欢迎。我们也邀请到我们的市议员，我们的张耀中议员莅临活动会场，谢谢。哇，我们的师傅哈，现在是每场都到啊，张耀中议员，还有哇，刚刚我的年轻时候到现在都是偶像哦，我们的施孝荣施大哥哦，今天还有非常多啊，民歌哦，我们这一些应该说我的年龄了哈，跟我们陈局长哦，还有耀中议员啊，回到过去啊，看到今天。我们地税局办一个公益的演唱哦，还募集了25000多张的发票啊！我要代表这一些捐赠团体，感谢有你，有你真好。啊，这个是个公益捐赠的活动啊，也很高兴啊。我们刚刚雨过天晴哦，刚刚真的担心了一下子哦，结果现在天气是最好，那也利用这个机会。要邀请大家哦，11月3号，我们的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就要开幕，有将近半年的时间，非常的精彩。我们也搭配一系列的表演活动，希望说让台中成为一个花园城市。那也期待我们市民踊跃的参与，还没有办花博卡的要赶快去办哦，可以入园呢，有一次的免费。那也有2000多家的特约商店，哦，还有结合悠游卡，啊，10公里免费公车，跟很多接驳的服务。那么再次的利用这个机会，啊，感谢我们所有参加的朋友，那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享受民歌，享受台中宜居的城市。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市长，市长请留步啊、哦，市长请留步，我们也请局长请留步，我们请贵宾请回座啊、哦，市长还有局长请留步就可以了。继续就是我们的捐赠仪式啊、哦，好，我们要把这个发票捐出去啊、哦。那其实呢，诚如市长刚刚所说的，我们这个发票呢，其实刚刚这些发票都是从我们今天所有现场所有的朋友们这边募集过来的，我们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一下。好的，我们要有请我们的捐赠代表请就位啊、哦。首先，我们要有请财团法人华山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的代表请就位。我们要把这个发票啊，我们这次的发票捐给我们这个单位啊，我们这次捐赠给2个单位啊、哦，谢谢。首先，我们捐给财团法人华山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好的，继续我们要今天捐赠的是财团法人法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我们也将这一次捐发票做爱心，一起来共襄盛举，抛砖引玉，谢谢大家的爱心。是的，为了感谢大家的爱心，我们也要将感谢状致赠给台中市政府。首先，我们要有请财团法人。好的，我们的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我要将感谢状致赠给台中市政府。好，谢谢，我们一起来拍个照。好的，继续是来自我们财团法人华山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好的，我们有请财团法人华山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好的，好的，我们有请玛利亚的这个代表，我们一起来合拍一张合照就可以了哈，再来合照一张合照，来一起合照一张合照。好
OK， 现场的朋友，我们再一次热情的掌声鼓励，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一次的捐发票这爱心。谢谢我们在舞台上面所有的贵宾，请往左侧移动。也感谢市长在百忙之中拨冗莅临我们的活动会场，谢谢市长，也谢谢我们的地方税务局，我们的陈局长。继续，我们要来听民歌了。刚刚是一个人唱民歌，如果说一加一，我觉得不止大于二。如果是双重唱的模式的话，从民歌开始进阶到城市新民歌的话，会是怎么样呢？一个人唱的时候只有单音，两个人唱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合音。今天这个团体要怎么样来介绍他们呢？我想了很久，我觉得要用四个字，叫做飘向北方；用五个字，叫做南方二重唱。热情掌声欢迎他们，南方二重唱带来接下来这首歌曲。风吹风吹，风中一朵花。
生。哎，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虽然我知道你很年轻。阿东，飘向飘向北方，飘来台中啊！不要飘向西方就好了。不要飘向西方。那台中就好啊，你嘛就明知咱台湾台中的。还好了，西方是集合音乐的世界啊，哦，集合快乐的世界。是水啊，起来泡一下，泡一下，好不好？大家好。谢谢南方二重唱，哇，青春红到站。对啊，我刚刚说一加一真的大于二，这个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哈，再加上这个合音，嗯，这个真的是民歌里面的精髓。对对对，因为说其实歌曲就是每一个年代的，其实应该是说每一个年代的时代歌曲啦。对，好，它就是等于说那个年代等于它的记录。对对对，但是啊，哪个？我们是听师兄的歌长大的。哈？对对对。什么？因为我们出唱片的时候，已经跟民歌断层了将近10年啊。我在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记得留意到两位的时候，还有另外一组团体，也是两个男生。哦，你是说那个？什么这个人？我告诉你。哦，这个。阿里克萨嘛哈，另外短波是凡人二重唱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像是那时候很多二重唱歌，对，刚好很多二重唱都出来了，我们三个同期出道，同期都差半个月，对，对，同期，都差不多嘛，差不多。可是我知道那时候对你们印象很深刻，就是不告而别，有一种团体这样，拜拜，哎，没有，可是却是一直一直唱到现在唱最久的团体南方二重唱，再一次掌声鼓励一下。谢谢。确实把民歌一再的传承下来，传承很重要，对对，真的，对，真的传承很重要。而且我觉得我们两个一这个走对方向，因为我们两个是听民歌长大的嘛。对，那你可以举例说明谁走不对方向你怎么？偶尔可能还是真的是他没有用导航的时候就走对方，走错方向，对对对。他想害我。我们是1987年两个人那时候大学的时候进民歌餐厅去驻唱，到今年，我还没有30年了，我还没对。1987，1989，我还在娘胎。1988年4月，对对对，所以我们两个人合作今年已经三十年了，一个小孩都30岁了，太可怕了。继续合作中，这个默契要培养真的不容易耶，就在前半年已经培养完毕，其实后29年都没有培养。可是这个就是说，两个人之间，比如说你们唱歌的时候，一定要决定说，哎，哪一个人是作为主 key 啊、哦？主 key 啊，哪一个人是负责搭？大南方是主 key， 对，大南方是主 key， 对，因为小南方太会和声了，大南方不会和声，用背的。但是偶尔会合一两首，是，所以这个和声的和，因为大家听其实觉得和音很漂亮，对吧？是，所以他到底要哎干欧几点关啊？这个和音的诀窍到底？诀窍来，我们请小真的真的大家都很想要知道你们和声的诀窍怎么合啊？当然除了音感好以外，就是你一定要去听主唱的感情，他的抑扬顿挫你要更好。哎，抑扬顿挫就跟他讲话这样，大声啊，小声啊，他的共鸣位置你要更好，才会和谐。大声或小声，举个例吧，举个例吧。就是他趴在我的身上，我的声音趴在他身上，所以我必须要比较胖一点。哎，把周围的地方，对，那汉堡啊呢？他们就是要非常的 harmony， 他有那种感觉，不能够比他声音大。这样子就抢了主位，是就要刚刚好，就是对对对，飘在里面很开心的飘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主唱，pitch要很准，对，音准要很好，对。所以今天好像上了一个音乐课，没有，大家试试看。是。那重点就是啊，其实今天来到现场很多是现场有小三吗？不，三年级的。小三。你想要害死谁？谁会举手啊？小三谁会举手？没有，重点是什么？对，4年级生啦，应该是这样讲。哦，四字头的，四字头生的，40几年次的哦，40几年次的，哦，不小心，像是笑容那种。姐，我们在台上好像说太多。没关系，他已经走了，我们可以尽量讲。什么？
说他已经离开，哦，他已经驱车到东影站。OK， 对。好啦，就是现场其实有很多四年级、五年级，是四五六年级、六年级，其实都听民歌，对不对？对，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民歌，没错。你觉得你心中代表性的民歌是哪一首？风吹，风吹。没有，好了，风吹，我就是这个是比较后期。其实我心中有一首，就是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曲，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都要有一个不灭的梦想，是，对，因为哦，我知道，因为没有那个，没有这首歌就没有红吹红吹讲西归啊，对不对？就见不西归啊，下人会知一定有偌济，对，不会的惨，对啊，对，哦，这首歌是我心里最经典的一首民歌，其实那首歌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它是结合了文学在里头，对，三毛的词，翁小兰老师的曲，对，而且最有趣的是原唱者今天会压轴哦，啊，你要为，对，不是，就我们先把这首歌唱掉，致敬一下，对。他真的是安妮，真的是跟他致敬哦，哈，对，而且他们最近真的就有一个演唱会叫做。那个回响，对，回声专辑，回声演唱会非常的成功，对，是的，好，待会儿我们再来仔细来聆听一下。好，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曲叫做《梦田》，欢迎来放二重唱。山峰还是这么的热情，对不对？我要送给你们一首歌 ，Bonus 的。我们没有介绍，这个乐队应该不会。哎，我们给乐队一个热烈的掌声。为什么你们知道吗？他们。
班全都是年轻人。演奏的棒不棒？有民歌的精神，你们爸爸妈妈教得很好。来，我们一起来唱秋蝉好不好？哦，你们回答得好干脆哦，真的都会唱吗？台中人就是不一样。来，我起个头哦，听我把春水浇灌，看我把绿叶吹黄，谁Oh,
为我在哭啊，我是满脸的泪水，满脸的汗水。好，接下来这首歌，还好我不是动感的歌手，不过我们现在两个都流汗，可以当捍卫战士，有没有？接下来，捍卫战士。好，接下来这首歌让大家回味一下澎湖，外婆的澎湖湾，双手借给我们。其实民歌就是一个这么样的好处所在哈。其实我们在唱歌的时候通常都需要看提词机，对不对？去 KTV 的时候也一样，可是民歌就有这样的一个魔力哈，不是魔力吼，老师你可以给我一个和弦吗？例如像这样子哈，你们看看可以帮我接下一句。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哎，下一句是。先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对吧？哎，那搞不好大家可以自己来一首，台上不用歌手这样子，好吧？所以。到如今年复一年，怀念你，但愿那海风再起。再来，
热情掌声欢迎许仁杰。现场所有的朋友刚才用歌声一起来迎接你的出场。对，而且他们真的唱好大声哦，很棒对不对？很厉害哇，今天这样的出场方式真的感觉我觉得还蛮震撼的。很震撼对不对？对，因为你知道最近在忙拍戏，然后像这样唱歌的场合对我来说算是一种休假啊。对，是在休假，是在休假，而且来听到大家还唱歌给我听。哎，休假啊，休假，我敲你头啊！喂，不是啦，这么休假。突然之间会联想到很多谐音的原因是，我会联想到台语的，你会联想到客语的部分的。哦，客语。对啊，对啊，听说很多东西直接翻成客语是没有违和的。对对对对对，例如
举例一下，哎呀，举例一下，其实有蛮多歌的，像大家熟知的《Hiya》，《Hiya》，对啊，哎，你们知道《Hiya》这首歌曲对不对？知道吗？知道。想听客语版吗？哎，今天来听民歌，还可以听到不一样的。可以啊，可以啊。哎，《Hiya》。欢喜呀，喜呀，喜来喜去。这个啊，变成转换一下。哦，台语变成客语，变成。看你的个手来手去，手来手去，爱对你手来手去，手来手去，也轻易爱的他。有没有听得懂，对不对？现场听得懂客家话的举一下手让我看一下好不好。哎，有，真的有。客家话有分很多腔哦，对，都什么四线腔、海路啊、大埔腔、大埔、潮安，哎，好多很多腔。哎，这个是属于，这是属于四线腔啊，四线腔哦，不一样的，对，好厉害哦，直接就可以直接翻译过，而且不违和，这个才是真的厉害。还是要看歌嘛，刚好皮雕这首歌还蛮顺。刚好非常顺畅，对不对？哎，刚刚你有说到哈，所以这个比如说有音乐的部分，那最近有把重心稍稍的转移到演戏啊。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在拍戏，然后其实那时候2007年《星光大道》毕业之后，本来就想说，哎，自己喜欢唱歌，是，没有想到就是从那时候毕业之后，就是第一出就演。各台的花束下的约定，就是客户的偶像剧，就开始接触戏剧，然后一直到现在也大概11年了吧，对，很快。前面的朋友你们都有看吗？有对不对？前面，而且因为这个拍戏的关系，所以其实你去了很多地方，对，有很多不同的体悟，对不对？没错，所以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和大家来分享这个民歌之外哦，其实你也对音乐其实还是继续有在创作，继续有在新的这些音乐的作品要跟大家来分享。没错，因为现在除了拍戏之外，现在也有在做一些幕后的，比如说写歌卖歌啦，所以。大家以后可以听到我的一些创作的样子，是，对对对，所以以后你会把这个戏剧的部分跟你音乐部分来做一些结合吗？一定会，一定会了，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所以接下来下一首歌曲是这首也是我去年自己的创作，叫做《单身刚好》。对，然后真的刚好吗？对某一些人来讲是刚好，那某一些人呢，暂时刚好，所以现在你觉得单身刚好吗？我觉得单身可以很刚好，但是迟早都一定会找到自己属于就是对自己最适合的人。对，认同吗？前面的朋友们，赞同吗？好，他们不认同啊。等一下，等一下，这边有反对票。等一下，你看他们刚刚很安心、很安静的在听，可是他们一直摇头。哦，完全，那我就用这一首歌来安抚你们好。真的啊？好啊，来听到这首歌曲，歌名就叫做《单身刚好》，送你们，欢迎。
却又能自扰。前方最老尽点就告别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来到这边跟现场的朋友们唱歌给你们听。然后呢最近天气都还有点小闷，对不对？但是有时候出太阳的时候也蛮适合出来走走的。然后接下来我要带来这首歌曲呢，是比较听了会有一些正面的感觉，然后或许你早上起床的时候听这首歌，你今天就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呢，就是我跟周定伟唱的《You Should Try》，送给你们。可以跟我一起摆动，好不好？来，无奈想做的事又被放在心思之外，那扇门始终没有在被谁打开。这是一场没有奋斗过的真爱，我不敢不敢，我不敢奇怪，当你爱上我拼命尽力坦白，可是已经失去做自己的能耐，却不然有谁能明白，这种深谷的谁都能取代。Thank you.
谢。还喜欢这首歌吗？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上 YouTube 还有各大平台就可以听这首歌。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每一次听的时候都很雀跃，然后很有精神，然后就会想要做好每一件事情。那其实在我比赛过后呢，有接触戏剧，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会演戏，然后一直演到后来，你就会发觉其实我也蛮喜欢演戏这件事情的，而且就会到现在我就会很骄傲的说我是一个演员。对，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活里面呢，常常也是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演员。接下来这首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就是关于我的另外一首创作，然后是在讲入戏太深这件事情。对，也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的这首创作，送给你们。
谢谢许仁杰所带来美好的歌声。好的，在我们的身后呢，在我们的舞台上面呢，是我们的玉珍老师啊、所带来的我们的一个爵士马乐团啊。今天呢，在我们的舞台上面呢，其实就是现场为大家来进行演出。今天我们其实，在傍晚的时候还在担心说今天的天气状况到底怎么样啊。不过目前看来，在这个夏天的夜里头，其实大家一起来听音乐是一件蛮舒服的事情。那我要提醒现场的朋友，今天最后会有摸彩，如果你们想要许仁杰签名的吉他，请不要现在离场。OK， 今天我有所有歌手的签名的一把吉他，会在会后抽出哦，会在会后抽出，所以。如果想要获得这把吉他的朋友，我们今天得主就会在活动的会场啊。好，那我刚刚提到天气啦，接下来我们的歌手还有两朵云。哎，接下来先来一朵云好了。其实呢，我们的这个民歌呢，经过不同年代的翻唱，因为你知道好听的歌曲会一直不断的流转下来。这一位唱的歌曲其实也跟天气有关，因为我们今天本来以为会听见下雨的声音，还好没有哦，还好刚刚只下了一点点。不过呢，他接下来要带来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小民歌，一起来听到张三的歌，欢迎魏如云，掌声鼓励。
唱的感觉就是很不一样，真的。因为呢，就是一种很青春，然后有一种很活力的感觉。哦，对呀、啊，因为就像你在 Facebook 上面写的，生活就很像打怪一样，如果一拳不行的话，就给他两拳。没错，真的，一拳打不死，再给他一拳。大家在现场听的时候呢，你都会觉得说，他在唱这个别人的诠释别人作品的时候、嗯，会有自己的个性进来。我觉得，不管唱谁的歌，只要是在我的嘴巴里，我就有责任必须要赋予他一个新的个性。所以其实那个年代叫做校园民歌，在我们这个年代叫做创作歌手。其实你也是自己、本身也是自己写歌的人，其实对也是会有很多的灵感要把它写进歌里头。对，对。那在创作的过程，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越自由越好，就是你看见什么，你可以去想象它变成另外一种样子，然后你也可以很自由的、无框架的在你的创作上这样。加上很多很多的创意，对。所以你今天看见万人的演唱会，给你的灵感是什么？我觉得很像一片森林，很像一片森林。可是我刚刚忽然觉得这片森林的亮光点有一点不太够哎，可能有些朋友你的那个手电筒没有打开，对不对？你们可以试一下打开一下，给卢云看一下。对，你给他看一下吗？有荧光棒的，不是那个，因为小星星，小星星。对，我们开启那个手电筒模式好不好？可以吗？对，就是那个，明明就这么多，真的就是这个，明明就这么多，你们看这些野兽的眼睛。对，有没有？就是这个在创作者的眼中感觉就会不一样，对不对？对。哎呀，还不够啦，再多一点啦，再多一点，这个要开始，应该还再多一倍。我跟你讲，刚主办单位跟我说，现场破2万的。哇塞！对，因为他们捡到好多钱包啊，对不对？好钱包。没来一个人，对，还有，都打开了吗？全部都打开，我们才会进行下一首歌哦。有啦。好啦，如果你们有那个彩色荧光棒，就用彩色荧光棒也没关系啊。如果没有的话，其实这样也很美，好不好？其实举起你的手，我也会真的，因为接下来这首歌真的很希望这样的氛围。我好喜欢这首歌，真的，没看必哭。我也是，因为唐伯虎点秋，不是那个秋香，对不对？不是，不一样，内容完全不一样。大家真的要上网去看，真的。接下来这首歌曲要描述的内容大概是，他在讲的比较是家，就是我们对于家，可能就是爸爸妈妈就是个家，不管家在哪里，有爸爸妈妈就是家。那有一种东西我们不常说出口，然后我们几乎忘了它的存在，但是它是人跟人的关系连接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爱。就是你有多久没有对你爸妈说爱？你敢说吗？是。现在赶快打电话给你爸妈，其中一个说你爱他。保证你马上哭。等一下，先把手电筒打开，等一下听完歌再打电话，好不好 ？OK， 马上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秋香》。嘿，是我上一张专辑的歌曲，《秋天的秋》。
笑得停
你变小了吗？谢谢老天爷。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拜拜，拜拜，谢谢如云，谢谢。今天真的是虚拟实境吗？还是真的就是身历其境的感觉？不过我相信雨很快就会停的，因为下一首歌曲是跟春天有关系的。好，接下来这位歌手我真的要慎重的介绍了。这位歌手呢，你知道在1980年，台湾的一家龙头唱片公司滚石唱片在当时成立，他是第一位被签约的歌手。而当时李宗盛所制作第一张专辑《锁上记忆》给了他。在当时，你知道周华健、赵传、张信哲在出道之前一定都会先跟他合作才会出道。然后呢，你知道他在当时天天天蓝获得了金鼎奖，之后桂花巷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获得了金曲奖最佳国语专辑奖。哦，看来来头不小，听到这段声音的时候您就知道我要介绍谁，对不对？热情掌声欢迎潘越云，送上歌曲《李百合也有春天》。潘越云，寂寞，我们如此不真的生活，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是你望着微笑，记着那样深
有淋到很多雨，对不对？有雨伞吗？没有啊，这里都没有啊。啊，我知道你们为了听今天晚上这场民歌之夜，然后听说刚刚有下了很大的雨，虽然现在看起来没有很大，但还是可以看得到细雨的这种场景，但是让你们淋到雨真的好心疼。我衣服湿了怎么办？没关系吗？今天非常的开心，今天在民歌之夜这个晚上，我们听到很多的歌手，他们唱了非常的经典的民歌，非常经典的歌曲。我想在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首属于你自己的歌吧。今天晚上不知道你有没有被你心里面的这首歌有所感动。接下来我唱台语歌好吗？那用掌声告诉我。我们来唱一首，对，刚刚我们主持人有提到李宗盛，哪里？这里啊，然后呢？照相吗？那你好，没关系。好，但是那个有皱纹要修图哦，好吗？然后要拍好哦，如果你要 po 上网的话。要找漂亮的。好，那刚刚好像主持人有听到李宗盛，对不对？好，我也听到李宗盛，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位音乐人，有才华的一位歌手。就接下来唱这首歌是他为我制作的这张纸张的台语专辑《建立这条路》，好吗？
是整张的专辑唱片呢都是台语的，然后非常的好听，然后呢李宗盛为我制作这张专辑唱片，哇，他可是严格，非常的严格，但是我觉得严格的唱片制作出来应该是有他的隽永和他的经典，所以这张唱片里头有很多歌都是我非常喜欢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唱一首台语歌好吗？好吗？哦，好像台语歌掌声比较多，对不对？好，那这张唱片呢又是另外一位很优秀的叫做陈升为我制作的，然后叫做瞬间青春吧，谢谢。没有雨了吗？还有一点点。衣服湿了吗？I'm not afraid to die.
还是一直在下雨，我知道你们都被淋湿了。嗯，赶快把最后一首歌赶快唱吧。今天非常的开心，也非常谢谢你们。虽然下雨天，我们还是在这里不离不弃的，非常的感动。但是今天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青春岁月一民歌。我想，算是每个国民应该尽的一个义务，对不对？但是不管他，今天晚上就是好好听歌，好不好？最后一首歌是什么歌？谢谢。
辛苦了，谢谢。谢谢潘越宇，谢谢，再次掌声欢呼声。谢谢潘越宇。好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赶快来进行今天的抽奖啊！因为天气的关系哈，我们再次的邀请到我们的地方税务局，我们有请我们的陈局长来到我们的这个舞台上面，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抽奖。得奖者必须人在这个活动的会场哈，我们赶快来抽出。大家呢，如果看一下哈，你的这个号码是不是啊，跟我们在舞台上面是不是一模一样 ？OK， 好，有请局长来进行抽奖。得奖者呢，可以获得我们今天所有参与歌手亲笔签名的吉他一把，哇，真是无价之宝啊！好，有请我们局长为我们来进行唱号。3871。我们唱号三次哈，3871号，3871，有没有在会场？3871。三千会霸气的一盒3871，一次3871，两次3871，三次，有没有在现场？啊？要不要掌声？哦，这次好难解哦。好，来，掌声。好，我直接唱了哈，7522，7520，7522 7522，7520，啊，有停留吗？有吗？7522一次，7522两次，在哪里？真的是7522吗？先生，厕所在那边哦。752，先生小姐，厕所在那边哦。我们谢谢我们的地方税务局，我们由局长来亲自为大家进行颁奖。今天也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青春岁月一民歌的演唱会。我们在这里要正式的来进行宣布，好，正确号码 OK， 好，进行颁奖。正式宣布青春岁月一民歌演唱会圆满结束。感谢我们的执行单位吴行月、林果前来活动视觉灯光以及艺阳舞的节目组长，谢谢，谢谢我们的局长，谢谢，谢谢现场每位朋友们。大家在离席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你的重要的物品、手机、钱包、钥匙。同时在离开我们会场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将问卷投递到我们的会场的我们的这个收问卷的地方。再次的感谢大家，提醒大家不许入团，一定要小心安全。祝福到这里的愉快美好的周末假期，祝您周末快乐，晚安，再见，拜拜。真的感谢青春岁月一根，感谢现场的朋友莅临，再见，谢谢你。